我想取消，团队麻烦靠走廊墙边同学，如果你抽签会打开帮我看一下。要开了，后面要开了。啊，那个，时间差不多了，所以下个礼拜三要小考。小考放我这最近所讲的排列组合之类的东西。哎，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发小考的考卷，然后等一下再检讨。我们先把礼拜一讲的东西先稍微复习一下。哎，好，这些东西我给它取个名字，以后我们就这样叫它。这个叫做 N类，去 hug。OK， 那既然是类呢，表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A 选 A 可以再选 A。OK， 然后这边也或许再加一个吧。那这个叫顺序去。可以吗？我刚刚是看我录下的东西，录下的东西长这样子，或者差不多一样大。好 ，N 类取 R 个顺序不记。好，那取最简单的这个数字，说现在如果说有三类，选一个。与其用取，我要选了吗？选一个。所以我现在问的是三类选一个，总共有几种选法？那如果三类称为 A、B、C 的话，三类选一个几种选法？那礼拜一跟各位讲的是分隔棒概念。那分隔棒，我们用一个直杠来表示。被选的东西为一个星星来表示，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说，这个是什么吗？如果三类，三类的意思是说 A、B、C 三类，你可以告诉我这个符号代表什么？这种选法代表什么？选 A 对吗？啊，如果忘掉的同学有三类，所以有两个分隔棒。什么时候我写在这里哈？我的这个推理如下：三类，我会有两个分隔棒。哎，啊，分隔棒之前的是 A， 中间夹的是 B。后面加的是 C， 所以这样来说，这个东西就代表这个是 A， 所以这个是 AAA。那如果是我现在图如果长这样子呢，这代表什么？所以是代表选 A， 好吧？这代表把它顺便排一下。这边看一下，如果这个是答案，这个是 A。那这个代表什么？这是代表说三个分隔棒排中间，所以是代表选 B。然后这有很多种选法，这有那种选法啊。不过所以这么多种选法，怎么说它有几种选法呢？我是不是有三个位置？所以这边我们紫色推理说三个位置，选两个，为什么两个？出来放分隔棒，为什么两个？因为是三类。
所以是三减一等于二。因为要把n 类东西分开，你只需要两个分合棒 ；n 类东西分开需要 n 减一个分合棒。啊，再来呢，在其余 ，OK， 再选一个，其余就好了吗 ？OK， 其余。三是什么意思？共三个位置，那为什么是三？差好吧，我等一下好写好一点。总共两个分割棒，还要选一个信心，对不对？就够了。二加一个位置，选法。C 的二加一取二等于 C 三取二。如果你这个没有人上课的同学看，过三个位置，这是几个叫分合棒？七个。可以吗？有没有问题？啊，没问题吗？这是简单的复习。那现在如果我再出一题，如果现在这个是四类。选两个。刚前面一题我讲得很仔细，好吗？那讲很仔细之后，那我现在希望你能够把这东西内化到你脑袋里面来。啊，跟我想一次，好吗？三类选一个，三类几个分割棒？两个分割棒，要选几个？选一个。两个分割棒加一个，总共三个位置，所以三个位置里面选两个位置放分割棒，所以 C 三取二。有没有问题？那这个呢？四类几个分割棒？三个分割棒，三个分割棒要选几个？两个，所以三个分割棒加两个位置，两个要选的总共五个位置，五个位置里面选。三个的放分割棒，对吗？所以是不是 C 五取三？写仔细一点，五是什么东西呀、啊？五是什么东西？五是不是三加二？三是前面有三个分割棒，选这里要选两个，所以答案是 C 五取三。像你说上次讲到一件事情，要不算出来 ，C 五取三一样 ，C 五取三就是 C 五取二。C 五取二就是五乘以四，除以二就是十。我刚刚爱说什么原则？五十以下要算出来，好啊，不要说三阶乘，不要算。OK， 有没有问题？我再给你一个稍微难一点，好吗？如果这是五类，选四个，这样我可以稍微多一点，好吗？两类选三个，前面好像都是比较多类比较少的，两类选三个几种选法，两类就是只有 AB 咯，那你要选三个对不对？
可重复通信用线的话。好，先告诉我答案，对不对？两类几个分割号，一个分割号，要选几个？要选三个，所以总共几个？四个，四个选一个位置，放分割号，所以答案是四。发现这个答案是知识之后，你就知道说 A、B 两类，如果我要选，我总共有四种答案。两类选三个，来告诉我哪四种？全部选 A， 一个二零二对，所以全部选 B。然后呢？两个 A， 一个 B， 一个 A， 两个 B， 看到没有？哎，说不，那 A、B、A 呢？因为设计五 G， 好吗？或者说，如果没有学这个之前，你会怎么选？这叫三个 A， 这叫两个 A， 这叫一个 A， 这叫没有 A， 总共只有四种 case。那又设计五 G， 所以每一种 case 都只有一种，所以总共四种。跟你这边是 check， 对不对？没问题，没有。好，那想了这几个东西之后，我现在给你一个稍微说代数的看法，好吗？这边我这样讲，画一条线，这叫代数的看法。什么代数啊 ？x 加 y 等于一 ，x 加 y 等于二，就是六幅画的代表数字 ，OK。什么东西啊？比如说什么叫做我照着顺序啊？什么叫三类？选一个。我说从代数来看的话，从代数来说，三类选一个，叫做 xa 加上 xb 加上 xc 等于一。他说 xa 什么意思 ？xa 代表A 选了几个？好吗？我需要一个变数，要一个符号，一个未知数 xA 来代表 A 选了几个。然后就说 xB 是 B 选了几个 ，xC 是 C 选了几个。所以 xA 加 xB 加 xC， 然后怎么样？我的 x。我不要 ABC 好了 ，ABC 很讨厌，好吗？我要一二三口粉，一，一，哎，一，一，二，三 ，OK。所以 XI 表示第 I 个选了几个，可以吗？第 I 个选了几个？还选几个 ？XI 是什么东西？你叫什么东西？写这个后面变成一个集合，对不对？你认为这个集合我要写什么？实数吗？整数吗？正整数吗？还有一个认为正整数举手。认为实数举手。认为整数举手。认为都不是举手。那你认为是什么？再说一次，分数。哎，非常好，非负整数这四个中文字要怎么写？就非负整数，为这个意思，对不对？正整数怎么写？这是整数，这是正整数。那非负整数跟正整数差一个什么？差一个零，可以写这样吗？不行，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集合。我现在把两个集合在一起，所以这个集合要套起来，才会变成一个集合，对不对？那两个集合要加在一起用什么？用连集。哎，所以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表示说什么叫做非负整数？
可以吗？所以就变成这个。那以此类推，以此类推，我刚刚举的什么？两类选三个，两类，蓝色啊，绿色，随便，绿色，两类选三个，变成 x 1加上 x 2等于3，然后我的 xi 属于 z 正，加上不是加，连级零元素。哎，他这样问什么？我说问说，这个方程式有奇足解，好吗？这是一个范例在这里。什么叫代数的范例？这边不是排列组合哦，你有时候看到一个问题的变形，会长这个样子，看到吗？我跟你说 ，x 1加 x 2等于3。然后 xi 是属于 z 正跟这个恢复整数，恢复整数，然后问你说这个方程式有奇数解。那你看这个，你要脑袋想一件事情，恢复整数可以拿可以不拿，每次拿睡着了，每次拿一定是取整数，取几个？两个 ，x1 跟 x2， 所以脑袋一转，这个东西叫做两类取三个，有没有问题？两类取三个，来，脑筋里面跟我乱一下，两类几个分隔棒？一个分隔棒，总共要选几个？三个，所以几个总共几个位置？四个位置，四个位置找一个位置出来放分隔棒 ，C 四取一，所以答案是4。就是，可以吗？那你可以想象从这里下去，你永无宁日了吗？什么叫永无宁日？从这里开始 ，x 1加上 x 2加上 x 3等于4。那我知道三类取四个，好，然后。以下各状况各有奇足解，也就是你以前最怕题组来了，知道吗？所以最简单的题组，第一个，如果是 xi 属于非负整数。最简单的是吗？三类取四个，三类两个分隔棒，二加四等于六，六个位置放两个分隔棒 ，C 六取二，要不要算？要，六五除以二，不是，对，六五，六五除以二是不是15？好，第二个，如果 xi 属于 z 正怎么办？什么意思？换句话说，004不是？为什么不是？因为零不是 z 正，那怎么办？我也不晓得这是什么 bug， 你知道吗？我不晓得他新加一页，他会把下一页的东西把它留下来。好，这怎么办？先让每个空格的值都有个数。OK， 这样好了，这样有点太难。如果这样子，我说 x 2
X3 还是一样，可是呢 X1 要大于等于1，换句话说204是 OK 的，015、206、205，加起来等于4是吧？是 OK 的。那013呢？是不行的，因为这个要大于等于1，那怎么办？哎，如果还记得的话，其实我还有到小朋友拿糖果的问题。小朋友去糖果店里面有三种糖果，妈妈跟他讲说，这三类糖果里面你最多只能买，不是，你要买四个，给你买四个。啊，每种糖果你可以选，可以不选，假如你有状况，喜欢选吧。啊，小朋友就在糖果店前面抢了一个头两道 ，OK。我也想出来说啊，我有15种选法，那他妈妈说且慢 ，OK， 因为第一种糖果是苹果糖，哦，苹果里面有苹果素，对肾健康，所以苹果糖一定要拿一个。那你还有几种选法？他说，小朋友说，那我还可以买几颗？还是一样四颗，可是苹果糖至少要买一颗，那怎么办？啊，就是苹果糖先拿一颗啊，我剩下几颗？三类选三颗，对不对？三类选三颗，三类选三颗，答案几个？现在都跟你去吃小菜一样，老板娘过来，豆干海带随便加一下，多少钱就多少钱，就算账，算一账面看。三类选三颗，三类几个分个棒？两个分个棒，选几个？三个，二加三是不是5？五个位置，五个位置，几个分个棒？两个分个棒，四五取二，四五取二就是10，答案是10。OK， 就这样，有没有问题？没有。那如果现在是只有 X1 这样 ，X1 有下限。那如果 X1、X2、X3， 现在如果都是正等数了，什么叫正等数？一定要一个，从一开始，把你每个都先拿一个。每个都先拿一个，剩下几个可以选，剩下一个可以选，是不是三类选一个？三类两个分个棒，两个分个选一个 ，C 3取一就一个，可以吗？我讲再多，你放空都没有效，你没有跟着我的想都没有效，所以什么样才知道说有没有效？你下礼拜真的就知道了，哎，下礼拜真的知道了，然后。OK， 好，现在时间差不多，因为我发稿去，所以我们先暂停一下下情况，刚才讲话好发的稿子。现在我来看一下，指纹，好，我讲一下，讲清楚点好了。是的话比较好证明，就是找 CNK。不是的话，比较好证明的写法是你要用极限证明它极限会无限大，就像这边给你的两个范例一样。哎 ，C 跟 K 当然不唯一，可是很重要一点是我们啊，身高会同时写错。那这边让你证什么 ？log n 加一跟 log n， 哎，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 log n 加一在这里。log n 要在这里，中间随便你怎么搭，只要合理就算对。OK， 第二题是 log n 平方加一跟 log n 平方加一跟 log n， 中间过程如果你觉得有需要讲的话 ，OK， 我可以停一下，有吗？有没有举手？第三题是17二加11，这里好像写错了。17二加11，知道 n 平方好吗？
我只写到 N， 我知道平方。哎、欸、第四题是让平方减100跟 N 这一下就结束了。不要减，不要减就不要大。哎、欸，然后所以这是问题第一，一的 element 的一 ，n log 跟 n 平方 ，n log 跟 n 平方，还是怎么写？因为 log 比 n 要小，就是你可以拿用一个结论，所以就可以了。f n 是次方 n 平方。讲再多，你直接把那个 limit 列出来，分子比分母要大，它就趋近无限大，就可以了。他说：“哎，我这个要不要用那个 Laplace rule？ 这不用，就直接除就好。哦，不用说分子分母无限大，那个微分，这不需要，直接化解就可以了。哎，不需要吧？那这是个微分的，可以啦，我擦啦。”OK， 爱怎么做怎么做。G， 二人次方比高人平方，尺度形起来是比较大，对不对？那这个都是不定型的，这无限大甚至无限大就是要微分。还是说正爱的，考卷上有给你，对不对？有吧？这个。如果 a 的 x 次方的微分等于 log a 的 a 的 x 次方，就直接拿来用就好了，是不是？二人次方微分变 log 二，二人次方，那分母分母来 n 平方变二 n， 那反正这个分子二人次方一直留下来，那分母就多了是再围变常数了，常数就是。趋近无限大，无限大。哎，没问题。第二题，大题。找最小常数 d。啊，基本上面就是用下面这个啊，还有一个这个，相加是比较大的，相乘。就把第一个相乘起来。哎、okay, ，所以第一题这三次方是吗？我直接写这样，这三次方，这三次方，它是 x 平方 ，log x 也比较小，所以是比较大，所以第一等于三就好。哎、okay, ，第二题，哎，三次方。是这里上来，这里上来要拐你的，哎，我不知道有多少被拐到。有人说 log x 比 x 要小，这边 x 嘛，变 x 是吧？所以是 b 等于四。啊，特别注意在我的详解里面，在我的详解里面，我加出这件事情。他们课堂上还讲过这件事情。log x 不管几次方，都是 b 等于 x 而已。Right. 所以 log x 次方不是这个，写这样是错，是不合适。Right. 因为你可以找到什么叫不合适 ，log x 四次方也是 big O x 四次方，是对没有错了。可是我题目是不是叫你选一个最窄的、最小的 d， 所以我才说是不合适。不合适，为什么不合适？因为 x 的一次方就可以把 log x 的四次方就可以把它包起来了，那你三次方加一次方就三次方比较大，所以得到答案应该是 d 等于三，应该是 d 多三次方，这个东西。可以吗？好，第三题分式啊，记得分子要变。分子要变大，所以全部升到 x 次方。分母要变小，变小直接扣掉不要加就好。所以这是比较简单的分式。OK，
好，下面是那个级数的，一个是第三题送分题，阶乘跟 n 次方，就上个讲过。好，第二个是一乘二，二乘三，这是东西，那我变成 n 乘以 n， 总共几项？总共 n 减一项，我变成 n 三次方。那第五题是比较复杂的分式，那还记得说分母数，好吧？分母数也是在这一步啊。要能够让它可以化，分母要能够变小，而且它可以化减的掉，所以减三不能直接扣掉，还要变成减到分之二次方。哎，可以吗？然后再来是，哎，讲完了，刚刚是三四五题，哎，对吧？讲完了。所以这一次的小考就是这个样，这是我们关于毕恭的所有的考试范围内。好，下一个考，直接是那个数数数数。如果你不安心，会是平均的，平均到七十分吧，所以是不要调整。哎，还有什么问题？好，最后一件事，算了，好吧，最后一件事情，我可以先预告一下各位，刚是讲到哪里了？哎，我有 SP 这个。第六章，刚才讲到这里，题组是吗？哎，你说有下限，第一题讲这样子，第一题是最阳春的题目，第二题刚才有个下限，还说有下限就有上限吧？上限怎么办？如果把它说，总共有三种。三种汤锅可以选，总共买四个。可是每一种你不能超过两个。换句话说，如果这个东西我要用紫色来选，哎，这是已经紫色了，所以我用橘色来选。如果我现在是 X1、X2， 没有去，没有这个东西，可是把它说啊。第三种是色素汤，不能超过两个。总共买四个，不能超过两个。换句话说，听妈妈小孩的话，两颗两颗零颗是 OK 的。哎，可是色素汤，你很喜欢吃色素，你说这个，这不行，别吃，妈妈不可以吃太多色素汤，这不行。所以我先把题目的意思先演绎给你看，就长这样。问题是怎么算？那我先告诉你一件事情，好吗？这个 counting， 哎，数数。一般来说有两种算法，一种叫正着算，一种叫反着算。那你怎么样比较好算 ？OK， 只要正算，就是这个 OK，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设什么条件我就怎么算。那反着算呢 ？Total 我知道怎么算。然后扣掉这个 ，OK？ 你说不能超过两个，那超过两个怎么行？我然后把超过两个扣掉，就是，好吗？所以也就是说，大概是类似这个样子。这是所有对不对？这是所有的买法 ，OK？
这是第三题的方法。什么东西不能在外面？零一三啊 ，OK， 四零零啊，对，然后三的对不对？三一零三啊，反正大于等于二对不对？二还可以，那最多买四个，所以三跟四不可以，对不对？三跟四不可以。那请问你所有算法总有几个？是不是一？这是不是就是一啊？所有算法我刚刚是多少？十五个，这边十五个，那把这个扣掉，这边是剩下十二。OK，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算法，就是说什么叫做有时候政治上不好算，要反着算，然后扣。OK， 啊，他说这个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再写清楚一点，这里面是 x 3大于等于二 x， 这三是 x 3小于等于二，对吧？我要的是这个条件。那落在外面是谁？落在外面是不是 x 3大于二？大于二就是谁？大于二就是是不是就是 x 3大于等于三？所以大于等于三是不是就是这个、这个和这个，总共只有三个 ？OK， 有三个。OK， 所以跟你介绍了三种底座，橘色这个是特别厉害一点，还有一个更厉害，你说有的有上限，有的下限，通通混在一起，把三个条件有上限、下限，那你最好看我，希望我仁慈一点。我可以一次消，一次消我下去，就在题目，然后十个题数，才能对齐。OK， 大家考这样没有什么意思啊，对不对？把你们全部考死也没什么意思。所以今天就上到这里了。停止录制。